典礼开始，先由现任局长向贤德把印信交给现代人经济部次长张光世，再转交给新任局长李玉峰。接着，经济部张次长代表分部长颁奖现任局长向贤德，以奖励他36年来的辛劳。经济部张次长同时在典礼中赞扬现任局长向贤德的过去功绩，以及介绍新任局长李玉峰。李局长是山东省人，今年41岁，是我国目前研究国际商标法和专利法的权威。